压力正好。嗯。哎，你接着拿饼啊。啊，你看那打孔那个，不是能打？打孔不打了？不打了，我就给他。就太厉害。现在上车了吧？现在能卷起来。啊，对。刚才你可能说压力根没打开，可能。哦，尤其是开了一万。对，那有个开关，我问怎么？